给我礼物啦，卧草凝心。衣服，我好。这就是嘴脸，嫌疑我看不起你。下一波是七七，赶上了三月一日，商店刷新的五颗粉球，深渊刷新的450颗原石，前瞻直播的300原石，算上委托的60原石，这一上号就能十连抽啊！我嫉妒啦。不过咱们也不是没有希望，接力第34天，启动上号，完成蔷薇最后一个后续，完成新出活动，使用历练点完成委托，完成森林树后续任务，开始探索千鹤沙地。But 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our time not to waste it, all of our bridges burned out. I'm wasting my life. 任务成天消消乐。I've been running over, leaving in my head, tripping over all the. 领取成歌湖升级奖励。珍稀之鸟任务，石锁任务。过程中也是升级到55级啦，大吉萌新，完成起点之路任务、鲜花任务、往事追记任务，开启可莉传说任务，完成之后启动七圣召唤，领取升级奖励，启动后备隐藏门源，还能不能创造奇迹呢？好吧，没有出现奇迹，最后一点时间准备一下材料吧。单爆攻击杀，有毒的希望。21爆伤，27.2爆伤，肖的充能当前是溢出的，所以这个攻击杀了完完全全的正提升，分贝也强化了，到时候看看哪个伤害高点。供奉梦之树，领取2颗蓝球，无事发生。使用月亮刷取白银枪材料，将武器升级到90级，刷取大量繁荣。转换周本，转换玉石，肖的天赋可以升到16、9。采集星星，商店购买史莱姆，万事俱备，只欠肖上线啦。那么好，时间到了，下一棒是七七啦。